努尔哈赤的出生只是1559年冬天发生在东北边陲这个小村落的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大雪覆盖的草房里，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他赤裸的身体与那些降生在普通农家土炕上的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任何预兆预示了这个婴儿命运的多舛和不凡的将来。关于努尔哈赤出生时唯一特殊之处的记载，出现在他死后100多年的这部史书中。书中说，这个孩子在母亲腹中孕育了13个月才迟迟降临人间。父亲塔克士对于这个家中长子的出生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欢喜。此时东北女真的各个部落正处在权力争夺与部族仇怨的混战和激荡之中。作为建州女真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此时她正为家道的振兴和部落的生存而忧心忡忡。孩子满月的时候，塔克士按照女真人用野兽给男孩命名的习惯，给孩子取名努尔哈赤，意思是野猪皮。此时朱元璋创建的大明王朝已经走过191年，明世宗朱厚熜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已有38年。这位嘉靖皇帝一方面沉迷于酒色，任意挥霍着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一方面对道教的神仙老道之术表现出极度的崇信。他长期服用那些装神弄玄的道士给他炼制的丹药，意图实现他长生不老的梦想。这些丹药严重地损坏了这位君王的身体，在这位身体越来越坏、脾气也越来越坏的君王的统治下，整个帝国陷入了衰败。官吏们贪污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军备废弛，大明帝国的天空已经是一幅夕阳晚照的景象。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女真人由来已久，最早她们被称作肃慎，宋代以后叫女真。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整合迁徙，她们就像冬天的大雪一样覆盖了北至黑龙江、南到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明朝时期，东北的女真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3个分支，每一分支下面又有许多的部落。由于环境闭塞、自然条件恶劣，加上落后的生产技术，女真人长期处在以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阶段，被中原王朝视为野蛮部落。努尔哈赤的家庭虽然算得上是建州女真的一个贵族之家，但也只拥有不多的财产和少量的奴仆。和部落里其他人家一样，他们家的房子也是用泥和草搭建的，不同的是面积要比其他人家大了很多。屋子里砌了3面相连的火炕，被女真人称为呼兰的烟囱则矗立在屋外。冬天来临的时候，这占了房屋大半面积的火炕成为他们睡觉和其他诸多活动的场所。女真族崇尚勇武，刀弓骑射仿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
努尔哈赤跟其他女真儿童一样，从童年起便手持木弓柳箭，接受了祖父和父亲的严格训练。努尔哈赤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骑射本领，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史书记载，努尔哈赤青年时期曾在一个叫洞城的地方与当地的射箭能手纽翁金比试射流，结果百步之外，纽翁金五箭中三，而且所中之箭上下相错，努尔哈赤五箭皆中，并且箭头基本集中在一个点上。努尔哈赤十岁的时候，开始过早地品尝到了命运的苦涩和严峻。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新娶的女人对他并不亲热，甚至是十分刻薄。对于那段生活，清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宣皇后崩，继妃那拉氏抚育寡恩。在继母的冷眼下，少年时期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开始承担起家庭劳动。他和伙伴们一起进入到茫茫林海采集山货，每月两次，努尔哈赤带着山货前往抚顺关马市交易。马市是明王朝专门为女真人划定的交易场所，相当于现在的集市。对于努尔哈赤来说，马市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在这里，努尔哈赤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初步的了解。少年时期的磨难和经历，使努尔哈赤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见识阅历和老练成熟。开创了明朝恢弘发展的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家族叛逆。他曾经长期分封在北方的燕京，对于东北的山川地理和风俗民情有着很深的了解。从永乐元年开始，朱棣在东北地区设置卫所，管理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部落。对于这些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明朝采取了以夷制夷策略。朝廷把有实力的部落首领分为卫所的负责人，并赋予一定的权力和特权，使他们可以凭借明朝官员的资格，名正言顺地管理自己的部众。于是，这些受封的酋长就成为为明朝皇帝尽忠效劳的臣仆。任何侵害明朝边境、危害地方安宁和不服差遣的行为，都将视为谋反叛逆，将受到朝廷的严厉制裁。有迹可查的努尔哈赤的先祖蒙哥帖木儿，就曾经在永乐三年进京接受了朱棣的敕谕，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使的职位。不过，由于家道的衰落，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士没能继承建州女真的任何官方职位。他们只不过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而已。觉昌安并非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一直以来他都在力图重振祖业，在弱肉强食的部落纷争中，善于观望风色的觉昌安选择依附于建州女真最有势力的酋长王镐。他不仅把长子李敦的女儿嫁给了王镐的儿子阿台，
而且娶了阿台的女儿为塔克士的妻子。因此，王杲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的曾外祖父。不过，这种双重联姻并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牢不可破。变幻的时局、利益的冲突以及生死的抉择，都能够轻易地击碎他。王杲是一个狡黠干练、敢作敢为且不计后果的传奇式人物。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蒙古和女真三种语言。王杲心黑手辣，有勇有谋，很快就征服了周边的小部落。在今天辽宁省新宾县东南的古勒山上建起了坚固的城池，并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您现在继母的冷眼和父亲的冷淡，使努尔哈赤在家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他带着弟弟舒尔哈齐经常来到古勒寨，寄宿在曾外祖父家中。王杲的精明勇武、工于心计和富于韬略，对努尔哈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希望自己日后也能够成为像曾外祖父那样威震一方、叱咤风云的人。对于王杲的强势发展，明王朝默许并容忍了下来。他们只希望王杲能替朝廷看管好这块土地。然而，自持兵强马壮的王杲并不买朝廷的账，他经常指使他的军队越过边界掠夺财物，甚至还公然和明朝的军队发生对抗，杀死明朝边将多名。彪悍好乱的王杲显然轻视了明廷震怒的后果。1570年，以勇猛善战闻名的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官。这是一位在北方纷乱不断的边境冲突战斗中浴血拼杀出来的武将，曾大败侵犯边境的10万蒙古骑兵，与当时南方打击倭寇而闻名的戚继光并称南戚北李。李成梁上任以后，对辽东的女真诸部采取了强悍的铁血手段，他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对准了桀骜不驯、屡屡在边境滋事的王杲。1574年，李成梁亲率6万大军讨伐王杲，重兵压城之际，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联盟迅速崩溃。觉昌安毫不犹豫地背弃亲家，投到了李成梁的麾下，为明军进攻王杲提供情报，充当向导。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虽然王杲凭险据守，但是一番血战之后，古勒山寨还是被明军攻破，全寨1000多男女老幼被残忍杀害。狡猾的王杲虽然逃出了山寨，但仅隔一年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再次由于女真人的出卖被明军抓获，押解北京以后，在午门外被凌迟处死。古勒山寨城破之时，努尔哈赤恰巧在曾外祖父家暂住。在古勒山硝烟未尽的废墟上，15岁的努尔哈赤成为了李成梁的俘虏。李成梁把这个略显黑瘦、面带倔强之色的少年收到帐下，当了一名小卒。李成梁的军帐不仅培养了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
也培养了两人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那么历史记载他对李成梁甚恭啊，非常的恭敬，仪同父子啊，他的那个交谊啊，情谊啊，就友谊的仪同父子啊，每战必先登，屡立功啊。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大约待了3年时间，关于他的离去有着诸多的说法，民间和野史的传闻记载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最为离奇的莫过于他和李成梁的小妾互生情愫，他无意中暴露出脚心有7颗黑痣，这是日后要当天子的特征，正是皇帝严令缉捕的对象，于是不得不连夜出走。此时努尔哈赤大约18、19岁的年纪，多年的历练使努尔哈赤成长为一个行为果敢、心思周密的青年。途中路经叶赫部，当时的叶赫贝勒杨吉努对已显露锋芒的努尔哈赤很是器重，不仅馈赠马匹、甲胄，还把小女儿孟古许配给他。带着这段漫长的婚约，努尔哈赤回到建州左卫的家乡。不久，奉父母之命，努尔哈赤迎娶了第一个妻子佟佳氏。婚后不久，父亲塔克氏和继母那拉氏就让他分家另过。离赫图阿拉城东北5公里，苏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在岸边的后山上有一座山城，叫波罗密山城。分居另过的努尔哈赤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为了维持生计，努尔哈赤重操旧业，深入深山挖人参、采山货，赶赴马市进行交易。史书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龙颜凤目、委屈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一度微重、举止非常。虽然这是后世修史的溢美之词，但童年的冷遇、冰火的洗礼和多年的风霜，的确已经把这个女真青年锻造为心肠坚硬、意志顽强、行事精明老辣的老江湖。也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刮目相看，塔克氏主动提出要再多给他一些家产，但努尔哈赤没有接受。平静的生活就像波罗蜜山城下静静流淌的溪流，然而平静之下，努尔哈赤的心中却翻腾着波澜。此时建州女真的各个部落为了牛羊、粮食、土地和人口，正卷入自相残杀的漩涡，无穷无尽的垢怨、仇杀、焚掠、抢夺肆虐着这片土地。先祖的荣光、曾外祖父的惨死、部族的明争暗斗，所有这一切让胸怀大志的努尔哈赤常常徘徊于山城之上，夜不能寐。导致他人生命运发生急剧转折的突变，发生在几年之后。王杲死后7年，他的儿子阿台据守古勒寨，继续与明朝为敌。1583年，李成梁以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向导，再次率兵攻打古勒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氏也随军而行。阿台的殊死抵抗使明军围攻数日不克，凭着与阿台的姻亲关系，
觉昌安和儿子塔克士进入寨中试图劝降，结果劝降不成，两人反被困在寨中。城破之后，明军进行了报复性的大屠杀，觉昌安和塔克士在混乱中被明军所杀。父祖蒙难的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一向为明朝效力的父祖居然死于明军的刀剑之下。愤怒的他向明朝边官发出了诘问。自知理亏的明廷除了一再解释这是误杀之外，还向努尔哈赤做出了赔偿。他们给了努尔哈赤30道敕书、30匹马，并晋封努尔哈赤为建州都指挥使。父祖之死，使重振祖业的重任和希望陡然落到了努尔哈赤身上。都指挥使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却使努尔哈赤名正言顺地成为部族首领。然而下一步该怎么走，努尔哈赤颇费踌躇。向明朝寻仇显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忍气吞声，有仇不报，又必将受到族人的嘲笑和轻视。在两难之境下，努尔哈赤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他把矛头指向了出卖女真，想借明军之力扩大势力，并图谋吞并自己的尼堪外兰身上。于是努尔哈赤再次向边关提出了要求。他说，杀我祖父和父亲的人是尼堪外兰所使的，你们只有把他交给我，这件事才算了结。但是自以为思虑周全的努尔哈赤严重低估了明朝边将骄横跋扈、趾高气扬、蔑视女真的心态。他们岂能容忍寂寂无名的努尔哈赤得寸进尺、纠缠不休？明朝边将不仅严词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要求，指责他是在无理取闹，而且声言要扶持尼堪外兰做满洲的国主，掌管整个建州。努尔哈赤弄巧成拙，引火上身，反而把自己逼上了险境。尼堪外兰本身并没有多大实力，在女真人中名声也很不好，但由于他一心一意讨好明朝，甘做朝廷的鹰犬，因此得到了明廷的赏识。尤其是明廷扶持尼堪外兰做满洲国主的放言，使他的威望势力剧增，许多小部落见风转舵，争相归附于他。努尔哈赤的叔伯弟兄唯恐努尔哈赤的举动殃及家族，甚至立誓要杀害努尔哈赤归附尼堪外兰。明朝边将的恼怒、部众的叛离、族人的变心，使努尔哈赤陷入孤弱危急的险恶境地。是屈膝依附于尼堪外兰，还是为了生存和尊严冒死反击？父祖惨死的悲痛还未消除，忽然之间，努尔哈赤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人生最严峻的选择。